过分了！哈？什么？忍者？嗯，那是谁？哦，没人看得到他们，也没人抓得到他们，那我要当忍者。
这衣服还不错嘛。
我必
可以来认识一下吗？哎呦，你好有礼貌哦！我的名字叫做玛莎。
是午间新闻，今天的头条是在即将破碎的爱情面前要勇敢一点哦，亲爱的，你在自己的痛苦面前要勇敢一点哦，亲爱的。Thank you.
看书好了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呀？来，快教我怎么玩，才会赢熊熊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小小兵、小夏，还有小马。我的小马要向前走了，跑吧跑吧，我的小马！嘟哩嘟哩嘟哩。跑吧跑吧，我的小马！嘟哩嘟哩嘟哩。我走不了，这些叔叔们不让我走。跑吧跑吧，我的小马。的小马，哦，我们可以去睡觉了吗？
西洋棋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难了。小熊，惨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调查些什么呢？熊熊，熊熊，案情好像真的很复杂哦，放在哪里呢？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开始调查吧。不过首先，好了，我亲爱的华生，所有东西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。华生，你看。这就是有问题的地方。还有这个叫什么？好了，反正这些都是证据。
我亲爱的华生，我就说事情很简单。不准动，请慢慢的走过来，兔兔先生。我们一个踩着一个叠上去，啊，这一点都不简单。不准动，八爪之拳。看吧，我亲爱的华生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有没有人需要帮忙？不管要或不要，我都会帮忙。我可以自己带茶，不用你们的帮忙。
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？兔兔，你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时候，等着吧，我就会出现。哒哒哒，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